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蒙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，这一期要来玩这一款《神都妖的些曲》。好，账号的部分有 Facebook、视网、Google， 然后这边是注册账密吧。公告。好，这边有一些序号，大家可以输入一下 ：VIP 666777888。好 ，SVIP 666888999。游戏是今天4月19号早上上午10点开服的。好，伺服器目前开到1跟2，来吧，感觉是那种，有点日系风格的 MMO 是不是啊？剑影，但是这个。人物模组感觉有点没戏耶。游戏介绍我没怎么看啦，就前两天吧，就预先注册、预先下载 Google 上面的，我就知道了。然后我想说今天就来玩。好，啊，我换巫祝了，怎么没换啊？哈哈，那个是不是？这有点像那个日本的那式神吧？日本的女巫啊。我是说衣服哦，那脸不像，脸是那种免洗的 MMO 的。然后这边头像是那种立绘二次元的神绿，有点像阴阳师有没有？但是怎么会拿琴呢？分了，我以为是阴阳师哎。浮云，红妙计。好，银武，看起来是两男两女的，近战后盾。这个就小镰刀啊，拿着一个死神镰刀。好，画质的部分，他现在给我用电影机有电影级别。然后职业天赋是怎样？介绍他的技能是不是？好，这是小萝莉，我们看要玩御姐还是小萝莉啊？来看一下这御姐好不好看？御姐不好看。动法自然，万物。好，玩小萝莉吧。死亡如风，长。这就是免洗 MMO 的开局嘛，对不对？还以为是什么日系的 RPG， 结果我错了。好，没关系啊，想玩的话，我会把他的脸书还有下载链接放影片下方资讯栏位。好，我的频道、我的游戏都会附上这些下载链接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资讯栏位，正在下载资讯啊，怎么不动了、直接卡死了、为什么？等待一下，等待一下。刚刚在换角色的时候就好像有点卡哦，这个游戏是不是炸服啦？脸书按赞数也不多啦，缘起千年，然后有一些上线礼包，脸书有一些上线礼包啦哈，你们可以再去查询一下。开始寻梦，哇！你看我的角色没出现啊，这个不 OK 啊，是不是炸掉啦？龟门炭治郎哎、欸，哦，灶门炭治郎啊，抱歉念错了。是鬼。那个鬼灭之刃，音乐的话很日系的那一种古典音乐，然后我们怎么卡死的，自动寻路，然后画面不动，出 bug 啦。这我怎么办？点鬼都来了，刚出来就见到最讨厌的混蛋。点鬼，真是。点鬼好像是以前一部日系动漫嘛，就女主角可以控制点鬼，叫他坐下就坐下，好像有点像那个孙悟空被套了紧箍咒一样。突然冒出这么多妖怪，我担心师父。游戏有点略卡，你看很多人在卡卡的。好，视野可以左右移动，然后放大。我没事。莫非是他解开了前鬼的封印？哦、送万点真楚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的称号。谢谢你。称号就是广告。让他走吧。这个游戏我觉得广告打的没有很凶哎、欸，我这几天都没看到这个广告。我是因为我预约注册才知道这个游戏的。
然后脸书也只有50个人按赞，没有买一下按赞书，不 OK 不 OK。然后免洗手游的话只开两服也不 OK， 因为免洗手游要开十几服，第一天要开十几二十服。然后再来就是没有找代言人，没有找游戏代言人，免洗游戏的话要找代言人，通常是这样啊，通常。好，没关系，就一个很日系的、很日系的这 MMO。其实日系动和服也说有点唐风，是不是？唐朝啊，唐朝把一些唐朝的一些文化带去日本，然后日本又开发了自己的文化、自己的特色，这样唐风。所以你在玩一些有一种大唐那种唐风那种神魔的时候，神都啊什么的，就是克制，都是这种风格，有点日系，有点唐朝风格。叫神都叉叉叉的游戏也很多、啊，什么神都异闻录哦，我不知道、啊，反正玩，你搞不好输入那个，在 Google 输入神都什么的，应该很多吧。我来试试看啊，我输入神都会出现哪些游戏啊？神都夜闻录、哦，只知道这一款而已。世间万物，表里如一者。他怎么没有自己跑、啊？我以为他自己跑、欸。傻眼，开！我听着傻眼呢、欸，我傻眼了。结果是法眼，好、哦、法眼。随本王。傻眼开。先走一走吧。挑战副本，游戏很卡、哦，有点那个怎么不太稳的感觉。哎，怎么钟馗跑出来了？我们不是日系吗？日系的话，你应该跑别的他们那个阴阳师里面的一些鬼怪啊。何以与君？好，白姬。无言泪千行，你干嘛哭啊？所有人都得死。好，魂师怪僧，有点像我们那个和尚，日系和尚，日本和尚，日本和尚好像可以结婚生子啊。要还魂珠，真好，当和尚还可以结婚生子，有点像那个牧师跟教师，对不对？教会好像也有分嘛，他们好像也有分牧师跟那个神父。牧师是不是可以结婚啊？我、哦、不懂哦，没有信教啊，完全不懂。他这个第一天有点卡、啊，大家忍耐一下。如果你是第一天开始玩，哎，那个赵门探自然在我旁边。此妖法力深厚，竟能穿越千里之远。赵门探自然，这个时装每个那个免洗游戏都是这个时装。我看过好几款，都长这个样子。这个小萝莉也是各种元素掺杂在一起，妖神传承穿戴。那个炭治郎跟哪？到我们炭治郎。鬼灭的，你怎么不创一个你妹妹啊？他妹妹是谁啊？就咬的那个竹筒那个。先走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祢豆子，我想起来了。啊，主要是我没有看啊，《鬼灭之刃》我没有看，我只有看过漫画前面而已。别打我！我因为《鬼灭之刃》在他还没有红之前，我就看过他的漫画，然后我看前面部分就是啊打架漫画。我已经没那么爱看打架漫画了，就是战斗漫画嘛，打败一个敌人又一个敌人，然后我方的人会有好几个我方的人，然后再跟对方打。因为从小到大看太多打架漫画了，不管是校园的，或者是神幻的、奇幻的，或者是穿越的、异界的，各种元素。七宝你也来了，七宝，大家知道七宝吗？
地堡应该就是犬夜叉里面的吧，就那个犬夜叉漫画里面有一个七宝，也是一只小狐狸。谁？不知道，这是小爷我的地盘。应该是啦，没记错的话。犬夜叉的那个作家很厉害。从小到大都看他的漫画，高桥留美子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应该知道吧？高桥留美子画过很多知名的漫画啊、卡通啊。小时候看那个什么什么福星啊，主人带上我，我能帮。然后还有那个相聚于客，有来查一下高桥留美子有什么作品啊？还有什么乱马，乱马二分之一。他年纪很大了啦，就很厉害，然后可以同时画好几部漫画，然后也不会断更。他近期都还有在火。哦，福星小子。福星小子就外星人嘛，恋爱搞笑。小时候都有看福星小子、相聚于客、乱马二分之一、犬夜叉。他近期就是那个境界的轮回啊。近期的啦，还有什么人鱼之声那些我都有看，漫画类都有看。他最近还是有在画，也都是跟鬼怪有关系的吧。喜欢那种日本那种妖怪类的，都可以看他的漫画。好，所以七宝到底是不是犬夜叉？对啊，应该是啊，七宝是犬夜叉里面的一个狐狸吧，一个小狐狸。我最喜欢看那种日式妖魔鬼妖那种鬼怪的啊，看那个什么也不错哎、欸。有一部漫画，突然想不起来啊，刚睡醒，脑袋打结。那我们来做主线任务。这边的音乐就没那么日式了、欸、突然又变仙侠味道、啊、仙侠风，角珠都来了，角珠应有泪，挑战副本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我刚刚说要可以喜欢那种日式的那种妖怪的，也可以看那个夏目的友人帐。这部动漫的话应该有5季吧，5到6季，蛮有深度的啦，就讲述妖怪跟人类之间的故事。主角是夏目，看得到那个妖怪，平常人看不到妖怪。简单说就是一个小朋友有阴阳眼啊，看得到鬼怪，然后大家觉得他很奇怪，他在骗人这样。小说是这样啊。人生自是有趣，好，蛮好看的。如果你没看过的话。蛮推荐的，夏目的友人帐。夏天的夏，然后目是那个眼睛的那个目。你看白素贞跑来了，奇怪，怎么从那个日记突然变成那个东方玄幻呢、啊？因为刚看到那个角鸡啊，那个人蛟啊，那只鱼啊，就觉得好像怎么好像回到东海龙王、啊、西游记了。让我们继续前进吧。不夜神都，前往不夜神都降妖师。好，哇，你看他下载速度很慢，很慢。资源扩展包下载。我们刚为什么扯这么多啊？哦，我知道那个灶门炭治郎，然后扯到那个鬼灭之后扯到一堆，扯到那个高桥留美子，扯到他的一些日系的一些妖魔妖怪小说、妖怪的动画。每个人钟馗啊，这边开始中式了，开始东方了，这边就已经仙侠味道跑出来了，满满的仙侠 MMO。
晴空一鹤，这边是那个主城的啦，主城的话我们就开始解任务了，开始跑任务，我已经是40级等了。神都嘛，他主指的神都可能是什么长安啊，是不是古代长安，是不是，我也不知道。你有一封新的消息，不知不觉我加入中门了、欸、好笑啊，加入中门的。哇，今天已经有人 VIP 12然后100多等哦，好像人人都是 VIP 12啊，我看起来是这样，直接送我们 VIP 12，我都不知道欸，自己是 VIP 然后都不知道。 OK 我们把这个打完之后，我们把这个界面看一看，然后那个厨子的东西稍微看一下。七宝嘞，我的七宝嘞，哇，这边有一个喵神 C 啊，哈，猫武郎，他们追来了。夏目友人帐里面那个猫咪，它是一只大妖。这个妖神武魂，我要完成这些任务。这个很多那个免血猫猫都有啦。哼，盗走后裔之魂。它的玩法功能都是固定的。只有那个图片啊，剧情不一样。它虽然有语音，但是基本上没有搭配文字啊。凶水浮九音挑战副本，好，我们先不打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设定吧。画质一开始是用高清哦，我们可以改这个影视画质，分辨率可以改极高。然后这边是一些设置镜头，自由视角就可以左右，然后拉远镜这样，仰角俯角应该是不行。我们可以拉远镜，然后仰角俯角应该是不行的。诶，他要跑说要解任务，我随便就加入了无极门诶，奇怪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是 VIP 12哦 ，VIP 12特权卡，好、哦、特权卡，然后基金，这都氪金的啦，哎呀，这游戏氪金真多。然后任务队伍，这些都氪金的，都是氪金的，有没有？好，这边都是氪金。福利啊什么的，你可以点进去啊，会有一些免费奖励让你领一下，然后之后就是可能就是要氪金这样。好，那个序号在这自己输入，然后 LINE 的方式哦，还有 LINE 方式哦，加他们的 LINE ID 哦，天哪。好，神装收集，这个收集之后可能会有形象，搞不好会改变，可能啦，有的会改变。商城，欢迎光临。有没有他这边就用那个日式的那种二次元例会？宝玉可购买高材料的，快速提升等级哟。好，时装屋、荣誉屋。你想要的，宝玉可购买高材料，快速提升等级哟。这边的话，应该是不是厨子的？都有哦。是商城，但是厨子的话，你可能要按加，就是这种嘛。然后储的时候会跳过来储值的界面，这个界面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VIP 的界面啊，这里啊 VIP 这边点进来也有，商城应该是商店的、啊，就是用那个币来买东西的。你想要的都有，你有新红包，请查收。好，我有新红包，在哪里？你有新红包，请查收。我要查收什么红包啊？你有新红包，这个是不是抢红包？抢红包，默默收下，默默收下，表示感谢。东盟红包哦，好啦好啦，红包。怎么会有人第一天就出纸？大概都是是不是系统内建的外挂？外挂负责发红包。
内建的 NPC 发红包给你，然后你以为真的有人发红包。哎，我不知道啦，我推测啦。好，奇珍羽翼功能预告。好，我要变强。好，这边有变强的方法。背包，背包。OK， 玩了20分钟了，那就先这样咯，好不好？就是一款，有点唐风的这一种日式的这种神都哦 ，MMORPG 这样。那你可以拉远镜。为什么突然又骑了这个九尾妖狐，一下又下马了？这个吧，有点累格。没有，这我自己按的啦。你有新红包，请查收。好，这是视野吧。你有新红包，请查收。好，我有新红包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